大家好，我是 Mary， 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这款编织花样。我们看这款花样呢，有点像麦穗儿，半镂空，可以用来编织开衫、儿童衫、围巾、帽子。下面我们就来看怎么样来进行编织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图解，这一个四针四行的花样，针法呢只有下针和三针之三针，排花要排三的倍数加两针，每边各加一针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演示。我起了十一针，三组花样。第一行，编针不织。接下来我们织三针织三针，也就是说在三针里头，像这样的编织。然后呢，针插进去了以后，我们挑出一针，然后挂上一针，再从同一个孔里再织出一针，这就是三针织三针的织法。这是一组花。第二组花我们再来看我这个针法，在这三针这个针套里头，我们织出一针，然后挂一针，在同一个孔里再织出一针，这是第二组花型。我们再看第三组花型，中间那针在上头啊，然后织出一针，再挂一针，再织出一针，这就叫三针织三针的这个第三组花型。好，编针。好，我们翻转织物，第二行编针不织，反面这一行呢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反面这一行全部上针织完。好，第三行编针，第三行我们全部织下针。我们快速的把这一行织完。好，编针，我们翻转织物，第四行反面我们都织上针。看这个小花儿，才示范了一至四行的编织，我们就重复这一到四行的编织，我们就可以织出这个三针四行的小花样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朋友们再见。